对，好，然后好，接着打，后边胸前换他，哦，接着换他腿，对，现在，现在你看阿兹哈迪，这是好，这危险，这个要防守防，防住这个膝，来防止柳良来对自己的低扫踢的进攻。比较主动了。现在场采访毛靖宇告诫这个阿斯哈提不要裸抱，不要裸抱。他说我也不是想很想裸抱，但他光踢我支撑腿，我没办法撑不住。好好的，不要再聊了，不要聊了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他一味防守根本赢不了比赛，是这样的。对，他毕竟是拳击运动员，全国的拳击冠军啊！你看他的后手之前多重，看他慢动作。基辅左右手的之前看，对，这个是这两拳打的，是吧？太漂亮，太漂亮。